重点，不是黑眼圈很重啊，不是重点。感觉要倒了，这个，哎，我怎么办？它这个要倒了，哎，别倒了，哎，我得跟着这个走。哦，这样不就好了？好了，戴上眼镜。哎呀，四网直播好痛苦。算了，也没什么形象了，就这么。哎，我其实这样看，我头发蛮绿的，有没有？我就想，就是好久没有直播了嘛，哎，东西掉了，好久没有直播了嘛，然后，要不要给自己打个灯啊？啊，这样好，哦，这样一点都不好。这个灯是不是有点强烈？好，这样的还是很强烈的，那还是很强烈啊。还这样的，好，好一点，好一点。好，还是不戴眼镜了，戴眼镜，那不戴眼镜那看不到，光线有点暗了。现在暗怎么办呢？哎，怎么没电呢？这样光线还好吗？哦，我觉得我起码得洗个脸再直播吧。我头发好乱，沉醉了。然后什么呢？就是好久没有直播了。哦天啊，头发怎么乱？对，好久没有直播了嘛。然后就有点热呢，就准备开个直播，注意形象，而且形象还行吧。对，就是刚睡醒都这么好看。这个是 LZY，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居家可爱的，戴个帽子，不戴了，不戴了，不戴了。然后什么呢？然后就是昨天不是说今天要直播嘛，然后就打算开个直播，但是也先聊会儿天，然后就给你们看。哎，我觉得这个烟像打口的，嘿嘿。然后就给你们看看那个叫什么，三国杀。这不是黑框眼镜，不是黑框眼镜。对，然后就直播三国杀，你们想看吗？皮肤差呀，皮肤还行吧。还好，就是有痘痘，对，长痘痘，就是长痘痘。哎，我怎么觉得就是自己越来越没注意形象了？哎，无所谓了，反正因为没洗脸，有点油油的。可以就是直播一环，直播一会儿，然后聊会儿天，直播一会儿聊会儿天。没有偶像包袱，对，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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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直播啦。真，哇，我的天哪，黑眼圈肿成这样，还不是素颜，一个眼睛肿的一个外双一个内双了都。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外双，这边眼睛肿了，吃过了，感觉我们房间有点乱，还好啊，我们房间特别干净，是吧，红飞云 ？Yeah, of course。没有眼妆啊，一会儿发现没有，近看才发现我皮肤其实没那么好，哪里眼妆了？什么都没有，给你翻看一看，没有睡一天，就是刚刚醒，头发有点泛绿啊，吓人，吓什么人？然后什么的，真的有点傻，要不要留点鬓发吧？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虽然是素颜也得注意一下形象。然后就三国杀吧，我打开三国杀，等一下，三国杀，
嗯，想啊，红佩要请我喝奶茶了，谢谢，让我们一起谢谢红佩云。我请客，刘志远付钱，在直播间的座位都有这个福利哦。坑我，听者有份哦。嗯，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吗？然后哦，他们谢谢你了，然后就准备，嗯，那我想一下这个怎么搞。嗯，我想一下这个要怎么让你们看要好看一点，怎么架呢？这个吧，我爱你，我爱爸爸，爸爸给了我个这个，这个哎，这个比我那个好一点。嗯，先架着，嗯，要先架好再来直播。哇，爸，你这个好棒啊！好呀好呀，到时候怎么夹呢？夹哪呢？夹这个。嗯，嗯嗯嗯嗯。哦，等一下，吃饭了，吃过了。汗都给我拧出来了，八人场，我想玩国战，啊不是国战，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困难，开启困难模式。想一下，这个就是不太好固定。嗯。哇，这样应该可以，这样应该可以。啊，不行不行，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我把这个抽出来就好了嘛。啊，我太聪明了。我是 OMG 粉。我先把这个取下来。看一下天花板哦，这实在是太困难。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简直完美，简直完美，简直完美，反转，手机好烫。哎，这个怎么调？这个刘备不会是刘备是粉丝吧？嗯，我头发怎么突然那么乱？热，然后聊会儿天吧。聊什么呢？聊什么呢？戴上眼镜，看一下这个要怎么那个架在这里，好烫啊！哦，哎，别动呀！这边的电影院居然嫌疑人瞎印了，不敢相信，我都反光了。是吗？你的初恋也是戴着眼镜的吗？出坑了。嗯，像语文老师，那是因为我没有
没有戴眼镜。吃什么了？怎么一直打饱嗝呢？头发好油啊！是完全两个人吗？素颜好看，但又不能素颜上公演。我发现我是个不会化妆的人。脸变圆了啊！最近胖，其实最近没有啊，最近瘦了。怎么会最近胖了呢？不是眼袋，是黑眼圈。固定刘海的发胶有推荐吗？没有，都是造型师弄的，搞的那个什么发胶。平时，我觉得平时会用发胶吗？平时不会用发胶吧？我需要黑框，只是差一个眉毛的区别。我有眉毛，你看眉毛多着呢，啊，长了个痘痘，嘿。电台的问题在哪里提啊？就是在那个私信里边。我在怀疑是不是我化妆技术的问题。化妆技术不是很好啊，发现。对啊，肯定有黑眼圈嘛。嗯。报名学化妆，我教过化妆课的。跟上次素颜相比，眉毛秃了好多。没有，我是眉毛修细了，我眉毛多着呢，多着呢，这么多呢。近视严重吗？应该不算严重吧。我近视350算严重吗？应该不算吧。不是周更，是看情况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也觉得终于看到绿色了。算了，怎么会算呢？而且又没有那个什么，对吧？真的好油啊。我第一次戴眼镜的时候是250度，中分好看，中分哪里好看了？骗我，骗子！明天上公演呀，明天当然上呀。哇，头发太乱了吧？啊，这样好一点。大光明好看，骗我！大光明哪里好看了？秃啦！怎么刘海长长了，明天得去剪一剪了。黑框，这不是黑框眼镜，这个是银框眼镜。是吗？那就大光明。哇，我感觉今晚掉粉无数啊！好不容易积攒的粉丝，今晚全出坑。开一个直播化妆，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直播化妆，但是化了妆一会儿还得卸妆，化了妆，咱们还出去吗？红妹妹？没出去，看他们有什么？看什么店？没有嫌疑人了。看速度与激情八。可是七我都没看，一到七我看了，我给你讲解。是不是有道理？这是曾国呀，没有粉丝怎么会掉粉啊？好过分啊！你们发现我在干什么吗？我在调光。算了，不调了。爸爸，爸爸上厕所呢，怎么叫别人出来啊？你们刻薄，哎，我真的头发好油啊！不是头发少，是头发油，显得少。我头发多着呢，多着呢。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什么梗？是油，头发油了。
因为昨天公演完了没洗嘛，然后明天才公演，那为什么要洗呢？是吧？然后今天晚上洗呗。对，我秃了，但是我强了。没有，你看我头顶头发多着呢，看到了吧？油是因为没有洗头。为什么戴眼镜呢？因为我近视眼。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都平时没事的时候我都那个，哎，别刷，我要替人，我要禁言，我要拉黑，别，哎，不要刷，你们先别说话，好烦，刷过了，哼，禁不了言了。哦，你们不要刷啊，不要刷啊，错过了。爸爸在躺着，镜头找不到他了，嗯，难过，瘦了好多，又瘦了吗？但是最近没有了，你们都说我胖了。洪佩云，有人说他好喜欢你那件黑白条纹。谢谢，我上面是布丁狗。他说谢谢，他上面是布丁狗。哦，别刷。好了，我禁言了。好，我已经好了。对啊，胖的时候你说我瘦。耶、yeah。没有，我没踢，我禁言了，我就让他就是你只能看着，但是你不能发弹幕了，不移除，我就让他看我直播，但是他不能发弹幕了。感觉脸色不是很好，嗯，虽然说素颜连那个唇膏都没涂。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洗脸，哈哈。对，就是一种你看着我好生气，但是你拿我没辙。两小时，多久解啊？好像两小时之后自动解吧。但是我应该也不会直播超过两个小时。爸爸考试翻车了，不知道。其实我之前还想就是直播跑步，在直播为什么显示你赞了别人微博啊？因为刚刚特别关注跳出来了，然后我就直接点赞了。嗯，我想那个叫什么来着，直播跑步嘛，就是可以，嗯，对，你们可以督促监督我跑步，没有就把手机架在那个跑步机上边，我不晕是你们晕。我发现头发好长，是不是又该剪了？还好，没有，就是手机架在那里，然后就架在那个跑步机那里那上边，然后就直播跑步。就只对着我的那个眼睛以上的地方，你们就看我随风抖动的这个刘海。但是想了一下，不太现实，因为跑步机那里不是很好架手机。没有打广告。可道前翻，我现在多少斤？我自己去偷偷称一下。嘿，我试一下。嗯，我觉得我到时候要直播，不是要直播。我觉得我巡演的时候瘦不到80斤了，难过。
哪有那么哪什么九十八斤？嗯，42.4，好困难啊！我眼镜多少多？眼镜350多，巡演啊？我不知道啊，我妹妹，我们点一点点了吗？点了，快休息。休息了，点 Coco。OK。我不邀请我和 Coco， 让我们一起谢谢洪佩云。哇，简直是不要脸！宝贝，我唱歌给你听。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不是，下一个。你为什么不说话？自己人，自己人。他们都在谢谢你哦。不用谢，反正有垫付钱嘛。不用谢，不用谢，各位不用谢。嗯，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想喝那个，但是已经没有了。之前喝有一个那个，牛奶，薏仁啊，红豆薏仁牛奶。然后你点那个红豆薏仁牛奶，然后不加糖，就特别好，特别，因为它那个薏仁和红豆是甜的。哇塞，这个 first blood 来的有点快哦。洪佩云在玩三国杀。喝喜茶，有丧茶吗？我想喝丧茶。我觉得以后再出，有最近出一个那个，出个燥茶。没有喝喜茶，喜茶不是排队排很久吗？我没去排队。喜茶好喝吗？我之前看微博上说有个丧茶。我就可以写，我可以搞一个造茶。没有，还钙片是睡觉前吃的。半小时就可以排了呀。那也没有排很久嘛，不想喝了。书记曾演书记，我就拿个这个就更想书记了。嗯，接下来我简单的说两句。不是道夫，是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居家的。哇，我房间超干净的，就是凡事叠衣服，就除了还没叠衣服之外，哎呦，我房间超干净的。完蛋了，这个烟火，哎呦，亮亮啊，嘿嘿，有点乱，对，就是有点乱，因为还没收拾嘛，嗯，今天起床以后，我觉得就是睡够了。来怼一波，怼什么？睡到几点啊？我今天早上九点钟就是惊醒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才9点钟，仿佛已经睡了很久了。然后中午就有staff 敲门嘛，就说要收护照，然后我说我去澳洲的时候护照在公司呢，结果又过了一会儿他们上来说别傻了，入境的时候护照肯定在你手上，然后我就找了一下，找到了，然后就把护照给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就醒了，哈哈哈，笑什么？今天是星期五，对，怼你，我才不怼你呢。别上啊！啊！今天星期四啊！今天星期四。对我来说没有星期四、星期五，只有今天有没有公演和明天有没有公演这样啊。好的，祝火箭发射成功。对，明天有公演啊，
就是明天嘛，明天有公演。嗯，对，明天就，对，明天就不跳，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unit， 就没有要跳其他的 unit， 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人够，就在慢慢收嘛。明天人多嘛？明天比起昨天肯定是多的。上课开黑，被校长抓着，那就说明你校长也在玩三国杀啊？什么三国杀？王者荣耀。我吃过了，我应该吃过饭了。没票，怎么？我其实在想，怎么会没票呢？每次我公演的时候，我看下边，他明明还空了那么多位子，都有人在站去跳舞，为什么你们就会没票呢？狼人杀我现在觉得不好玩了，是为什么？我觉得狼人杀还是面杀好玩，网杀狼人的话，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谁打我电话？老子要死了！爸爸，我在直播呢。外卖，为什么是外卖？你点了啥？我点了水果奶茶。我的队友也太垃圾了吧。我会写论文吗？会写论文，大学不是都要，你是说毕业论文吗？有，以前战区挤死了，我就感觉以前战区特别挤，我感觉以前战区特别挤，但是最近觉得战区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可以在战区跳舞啊。可能有黄牛，我觉得黄牛也不会那么多吧。敌人级，我凭什么我帮你写论文？我又不是那个毕业代写，我不给你写。你可以在战区游泳，那你是有多浪呀？站累了上去坐一坐。Kitty 打 SKT， 我是什么专业？我是工程造价，在战区睡觉，那你很有可能被旁边的人踩死。我平时戴眼镜的呀，我平时在宿舍或者是说就是出去，今天眼镜要是觉得有点干的话，我都戴眼镜的。哇，谁是黑人行乞啊？出去溜达嘛，我好久没出去，也不是好，就是好久没有，就是以溜达的目的出去了。因为我，工程造价算工科吧？不准敲！算工科吧，应该是工科吧？啊 ，OMG 2:2，好，祝贺！我都没有，我今年都没有看比赛。以前没有戴过吗？我戴过吧，我记得有一次公演完了之后，我还戴着眼镜出来了来着。不准吃我兵线，谁吃我兵线谁是小猪。我也觉得我像一个文艺的文科生，哪里像大学老师了？大学老师怎么会我这么年轻这么好看的？是因为戴了眼镜关系，除了眼镜就不像大学老师了，还像大学老师吗？还像大学老师吗？还像大学老师吗？但是我看不清楚你们了，哈哈。我要这样看，大学哪有那么多年轻的女老师？但是。每次有人夸我素颜比化妆好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高兴，因为就是虽然说就是只要你夸我素颜好看，但是同时也就是否认了我的化妆技术很差。嘿，都好看，满嘴谎言。
冰先生，臭冰冰是小狗。嗯，好久没直播，我都不知道直播要说什么了。90年的女教授，我那还是很年轻哎。哦，我最近都没有玩游戏了，最近什么游戏没玩？嘴巴好干啊，喝口水。我就是化妆技术差。那有什么办法呢？嗯，怎么又没对焦了呢？对焦，对，好，对好了。但我眼睛会肿成一个外双，一个内双，看到了。今天有唱歌福利啊，要不干脆来唱歌好了。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吗？还是戴上眼镜吧。嘿嘿，有什么想听的歌吗？蛮棒。好的啦，太糊了。对，请叫我嘉兴路刘亦菲。唱 Yui， 唱 Yui。世界上唯一的花，嗯，世界上唯一的花不会唱。快快快快来救我啊！我蹲蹲蹲蹲蹲蹲蹲。虫之诗，虫之诗。蹲蹲。那天唱过的，那天电台唱过。远看就是刘亦菲，那你再远一点。嗯，七分靠打拼，我要去救爸爸。岁月神偷，时光机，人鱼，远看像王总，哪一个王总？是子杰。嗯，像王珞丹。啊，王珞丹再短一点，在这里。是谁抢我的？哎，我发出来发现短发也不错，要不试一下短发，短发的感觉。假装自己是短发，大家好，我剪了短发。嗯，这不太像。我不太怎么玩的这个松松。你们好，我剪了短发。嗯，短发是怎么玩的？嘿，你们好，我剪了短发。短发戴眼镜，啊，那更傻了。你们好，我剪了短发。嘿，强行短发，对，我剪了个短发哦。好 gay， 哎，我也觉得像那个像女装 boy， 这什么鬼啦？现在退群还来得及。我其实就是可以装短发嘛，装短发就是试一下。装自己是短发，嘿，我是短发，哦，这太短了，嘿，没弄好，是不是太短了一点？可以再拖长一点。就是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波头，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我早上不想梳头嘛。我就也去剪了个，就是嗯，也不能说是短发吧，就是我想剪的，就是不用梳头就行了，因为我们学校规定就是超过锁骨，超过肩膀以下就要扎，把它扎起来嘛。然后我就想让他就是给我剪到刚好在锁骨那儿，这样我就不用扎了，然后早上也不用就是不用梳头扎头发了嘛。结果那个理发师一口气就给我剪到了耳朵那个地方，我的天哪！就是我说我想要短一点，但是不要太短。然后他说在这儿，我说在下面一点，然后他就剪到了这儿，但是剪得不好，他说帮你修一修，然后就修到这儿，然后就是他修得特别特别难看，然后就说我说能不能修齐一点啊，他说好的，然后就再往上修，然后就修到了这儿，我好过分啊，
是短发吗？哈哈，短发，看不清楚哎。得罪了理发师，我也觉得，初中，哎呦，这头发也太乱了。就初中就那段时间特别特别幽默，就顶了，然后就过了三个月，从泰国回来的那种生活一样。然后好不容易头发就稍微长了点，但是就短发很麻烦嘛，就得经常去修，因为它就扎在这里特别特别难过。哎，我想弄个短发怎么就那么困难呢？然后就扎在那里特别特别特别难过。完了之后就怎么说呢？就经常去修，结果就再也没有留长过，难过。我多少度近视？我350度呀。短发了，嘿，短发了。你们好，我剪的短发好看吗？我看一眼。短发方便洗头倒是真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就流行就是，就是要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流行，只洗刘海不洗头吗？短发好看，但你们说好看，我也不想剪短发，因为短发好麻烦。就这样上过眼啊？就这样上过眼很过分呐、啊。就上过眼头发很容易乱。光头好看，那你剪光头。感觉可以和我板寸不会乱。我也喜欢长发，就是因为初中你们好讨厌，就是因为初中的时候就怎么说，初中的时候就短发太久了嘛。因为小学的时候是超长头发，就是头发很长，就到腰那个地方的。然后就初中一下子剪了那么短头发，然后就整个初中就一直是短发嘛。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特别想留长发，然后就再也不想剪短发了，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剪短发。就人生，哎，少头发，人生有一次短发之后就不想剪短发了。这个是我的新剪的短发。好看吗？就是长发可以公演，就是可以做很多造型嘛。但是我现在头发比较长，就是除了扎起来和黑长直，和有些时候稍微做下卷发之后，其他的造型都没法做，因为就是头发长、头发短其实都有局限性。我室友在躺着玩《王者荣耀》呢。我不想说话，我真的是。他已经不想说话了。他哦，我居然还不是 MVP。他居然还不是 MVP， 他 carry 的全场。哇塞，我居然还不是 MVP。哇塞，他居然还不是 MVP。我 carry 了全场。我头发有点掉色了，就是因为我头发没漂嘛，就是直接上的色，然后所以就会越掉越黄，短发之后会越掉越黄，然后最后可能会回归我头发自己本身的颜色，没有那么绿吧。有一点点，重要的说两遍，退就是再退来，就是你们没发现，其实要减肥的人我不会点奶茶的，卡了，我来唱歌吧，卡了吗？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房卡在哪儿？怎么房卡在哪儿？哎妈呀，红兵怎么进来啊？我房卡呢？房卡。
多好卡的呢。你们可能发现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一段时间，那是因为我神不知鬼不觉的上了个厕所，你们就不知道我上了厕所，哈哈。安可露，我回来了。对，然后什么呢？然后，然后什么？哦，然后来聊什么呢？是想三国杀呢，还是来唱歌玩吧？三国杀了，然后就输了，一直在输，然后赢了就马上关了，就是得那个嘛，就是见好就收嘛，是吧？唱歌唱，所以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就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是吧？你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吧？所以是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嗯。年轮啊，年，这是在故意整我吗？年轮，我是在这儿把头发给弄的，你没有仔细看我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啥时候狼人杀呀？我也没有好久没玩狼人杀，那天玩了一下狼人杀，我发现现在就是太久没玩狼人杀，我发现现在狼人杀好像有点，就是小学生好多啊。吃，有一点什么瓜？西瓜。好的，我不会唱《岁月神偷》。那我打开我的，声音解锁，4753821，声音不匹配，怎么办？
47538261。啊？47538261。啊，我当时是用什么话设的这个声音密码？47538261。完了，我登不了微信了。嗯。你47538。47538261。47538261。录一哦，不是，错了。47538261。我以前用过什么搞了个这个声音锁啊？我记不住密码、啊。47578，我应该不会这么神经病，不会用这种声音。我想一下。你就47538261。我不会这样的。47538261。47538261。47538261。他不让我读完，他就说密码不匹配，声音不。47538261。47538261。哦，怎么办？我登不了微信了。更多，前往微信安全中心。找回密码，嗯、啊，不行，我记不住我密码啊。47538261。47538261。47538261。嗯，我那天就是切盘直播的时候也是，就大家都直播了，我半天没直播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密码是哪一个，我那个密码就是我的密码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每个账号的那个密码有细微的区别，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密码，哦吼。47538261。录音时间太短。47538261。啊，为什么呀？可不可以给我换一串数字啊？啊，怎么办？退出去重新来。啊，怎么办？我今天用。怎么还是这串数字？47538261。我怀疑是我那天刚睡醒或者没睡着的时候，就是那种人不清醒的状态。47538261。47538261。47538261。尝试太多，请用密码登录。怎么办？我密码是多少？我密码是多少？算了，我不登微信了。47538261，我也记住了。我密码要是这个就好了。嗯。不是，是这不是密码，这是那个声音密码解锁。不可能，怎么办啊？用声音解锁。47538261。47538261。谁让
让你们改，谁让你们改？不行，我再来一次。要温柔，对对对。四七五三八二六一。好脾气，好脾气，好脾气。四七五三八二六，我还没说完呢。我日语不可能，我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弱智。难道我用了英文？怎么来着？怎么办啊？一七二三四共完了，日语我也不会啊，我肯定不是日语，我都现在读的卡壳，英语吗 ？4 7 5 3 8 2 6 1。不是呀，四七五三八，我还没说完呢。我觉得我以前说话语速快，肯定是因为语速很快的原因。四七五三八二六一，就是没那么四七五三八二六一。啊！那你就直接输密码。我不记不住密码啊，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密码。可以那个手机号验证码的密码。嗯，再试最后一遍啊。没有，这是我手机号，你看呢？四七五三八二六一，这把我气坏了。这个四七五三八二六一。洪佩云，你说一遍四七五三八二六一，我说开始你就开始，一二三开始。四七五三八二六一。没有啊，不是呀、啊。有毒吧？怎么可能是我？你是你还没有睡醒？换个声音，四七五三八二六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嗯，四七五三八二六一。登录遇到问题，您的手机号能不能接受短信？能。用短信验证码登录。嗯，我要重新啊，怎么还乱成这样了？我要重新搞一个那个，哎呦，是多少来着？我要重新搞一个那个声音，6 6 5 8 9 3 6 6 5 8 9 3 6。嗯，哎呦，怎么那么过分啊？这个。不可能啊，我声音怎么会完了，要我重新写个密码。我试一下，我就用我自己生日当密码，我就不相信了。哎，必须是，我生气了。我，你们知道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那个就是有一张爱心的那个卡嘛，有一张那个爱心的那个卡嘛，然后就是上面不是要写东西嘛，但是他那个卡就是像明信片一样嘛，就是有那个写邮编嘛，就是写邮编嘛，然后那个邮编就是六位数嘛，我不知道，我当时想写那个。就是有一首歌叫831124是吗？就是 Nano 的一首歌，然后
就是当时不知道咋的，啊，对，因为有我生日在里边吧，我比较喜欢那首歌，然后，我当时就写那个数字，我就写成了我的银行卡密码，啊，然后后来就重写了，就谁收到我情人节的那个贺卡了，你们就会发现，哎，怎么没弹幕了呢？你们就会发现。啊，你不会发现，就是我写的第一版的时候，我就是一顺手就写成我银行卡密码了。我要在设置里面重新设一个账号与安全声音锁，尝试验证，我试一下，我再试一下啊，47538261，这是什么鬼啊？声音不匹配，我重新设，我要重新设了。我要重新设了，64837190，64837190，好，我要验证了，我就不相信了。64837190，你看，为什么现在验证就可以通过？气死了！我是不是之前变过声了？好了，我们来唱歌吧，你把我气坏了，读了一串数字都感觉开了个嗓了。你把你的那个 ID 换了，我已经不要以前的那个密码了，然后是什么来着？然后是唱歌，对，哎呀，把我气坏了，我都不想唱歌了。网易，想听什么歌呢？想听什么歌呢？成都呀，成都。我听明天看有人发截图，他在 KTV 唱歌，然后点成都，居然有我的那个版本。厉不厉害？你就说厉不厉害？成都听吐了，那就吐给我看呀。唱五月天的吧，唱五月天什么拥抱，嘿嘿，是素颜呀，这么重的黑眼圈还不是素颜，这还有痘印呢，这还有痘痘呢，干嘛亮出来给你们看？原唱。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我觉得还是找个伴奏吧。打开唱吧，我好久没有打开唱吧啦。唱吧，找伴奏。凡人歌，你我皆凡人，那个吗？我还不会唱耶。五月天。五月天的什么呢？吉他弹唱版，这是谁的版本啊？试一下吧。歌曲啊，从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能该怎么度过？一会儿就唱《情非得已》。天，还没到。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
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起高了，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突然降调。哎，为什么还要给我重复一下？好尴尬。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叫温柔。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太温柔了这个版本，嗯，因为这首歌本来就要温柔嘛，唱原版的吧，还你自由。我比较喜欢那个，对，还你自由版。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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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还我密码，还我密码，5475382611。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好低。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问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首歌好悲伤啊。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升个调吧。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找不着调了。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为什么这么憔悴？因为是素颜啊，你擦个口红可能会好一点。还有什么想唱拥抱，突然好像你。我要听。佩佩最喜欢唱这首。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好听。是吗？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停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好难过这首歌。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过得委屈。我们像一首最美的歌曲，突然删掉，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算了，走音了。我们那么甜，那么疯，那么热烈的曾经，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糊的眼睛，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哈哈，换一首。听不到，听不到吧，为什么会跑调啊？不知道，反正今天适合跑调，今天已跑调，失恋我不醉。总是要开始的，那么故事的结束为什么设这个版本？这次的面试它有一点难度，不过还好，万一没拔到它，这对混蛋会惩罚我。夜，黑夜，寂寞的夜里，请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心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我的心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升个调吧，还是该唱女生的调。
会后悔伪装我自己，你不该被我的秘密沉重都给我微笑，给你奔狂奔空旷的感情，走暴走暴走的伤心，透明的叹息，最后还是我的秘密，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出逃，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感觉有点苍白吧，涂个口红之类的。听不到，听不到我的执着，扑通扑通一直在跳。听不到我的声音解锁呀？为什么声音不能解锁？我做得到。我的声，哎，啊，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停了？我想，我这是认真的。想涂个口红，所以感觉有点太，因为我素颜了嘛，因为我脸色太差了。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哦、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你听不到，你听不到。好，七哥，拥抱。感觉涂了嘴巴，要稍微。气色好一点了，但是没有涂均匀。什么调啊？奔向梦幻的疆界，这个调吧。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古老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要吐了。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哦、紧握，抱紧我，吻我，我还别走。往下掉了。哦，没有了。为什么要重放？不要重放。
你们想听什么歌？我坐地下好了，坐这个凳子有点不得劲儿。拿个什么垫？嘿，感觉会把我靠，我怕把凳子坐坏了。哈哈，哦，这样好了。嗯，自传的歌，好好，我不会唱好好。不要说话，哎，我喜欢这首歌。不要说话。我发现了，我嘴巴好像只涂了一半，这边涂了，这边没涂。任意门啊，你不会唱哎，就嗯听过，但是还没学，哈哈。情非得已，情非得已，等我开好嗓子唱。后面黑色的是书包。好，跳过原唱，啊，跳过前奏，30号，好呀，就是月底嘛。看一下原唱，白色的月光，好低好低。我出生难得罕见，正调。听到才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啊，好高好低。我哪里太低了，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要默契，我以为你懂得美，让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酿成咖啡，太低了，难尽的那给你，纸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在亮夜爆出你，月影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啊，陈奕迅有很多歌我都好喜欢的。嗯，我要不坐在这个上边吧。坐在这，啊啊啊！就是因为低吗？啊！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酿成咖啡，安静的那个，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在亮夜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太高了啊，不是太低了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啊？感觉还是得坐在凳子上，坐那个啊，坐地上有点不得劲儿。好吧，这样就这样吧。哦，我想唱那个王力宏的那个，你不知道的事。那天和红佩妮去看的那个剧，大晚上两人不睡觉在那看剧，因为刘亦菲嘛。看原唱好了。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
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至极，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愿说放任你哭。你的泪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凯云唱好了。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至极，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像倾盆大雨，碎得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哇，今天就是我的，谢谢大家来看我的个人演唱会，谢谢。我真的没有化妆哎，我涂了个口红。其实我的睫毛就是这么浓密，有没有？我的卧蚕都发红了，还是我化妆。你看，就是直男。我也瘦了。我也瘦了，开心。我有眉毛，眉毛这么多，长了个痘痘。周杰伦的歌，好呀。杰伦想听什么歌？有点痛。周杰伦。小肚子哪那么，哇，你们过分了。我昨天看我公演的那个录播嘛，我那个腰的那个曲线都出来了，虽然说就是靠近胯骨，那是胯骨那个地方还有一点点肉，但是就是那个腰线都出来了。我是，哇塞，我这次录的那个盛夏光年里面加了一段听爸爸的话 rap， 那不是我 rap。想听周杰伦什么歌？恭喜 MG 情话词，哇，那是好早以前的。周杰伦气一下啊，为什么搜周杰伦有什么周杰伦婚礼伴奏？说好的幸福呢？说好的幸福呢？大笨钟你们有听过吗？
搜一下。找不着，忍者，晴天，晴天是怎么唱的呀？晴天是怎么唱的呀？洪佩瑜。晴天。嗯，周杰伦的晴天是哪一首？嗯，不会唱。嗯，还不错。好像唱完没有周杰伦的歌啊？有。嗯。《东风破》你们喜欢听吗？很老的一首歌了，我特别喜欢《东风破》。唱唱。嗯。哦，我好像不会唱晴天，蛙牛。有点忘记怎么唱。哒哒，越远更寂寞，越暗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哦，知道怎么唱。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就难回忆思念守。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一次成熟，我不知道怎么唱耶，错过。我准备副歌，好，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而如今琴声悠悠，我的等候你没听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野蔓草的念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还有什么歌呢？嗯，说好的幸福呢？对，菊花台。菊花残满地上，嚯嚯嚯嚯嚯嚯，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期盼泉旁的白鸽，甜蜜散播了。情绪莫名的拉扯，你还爱我吗？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值得到这真的痛了。怎么了？你来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你一起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什么票啊？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听呢？我今天可以谢谢你们来看我的个人演唱会，今天演唱会可能有5个小时。
你的绘画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胖成胖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当然是去唱这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别另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也一起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好悲伤啊，今天的歌，有没有什么欢快一点的歌推荐？锦鲤超啊，锦鲤超，我记得以前我唱锦鲤超的时候车祸过，再试一下能不能再车祸一下。锦鲤超怎么唱我都忘了。我要坐直，我这正憋着唱歌，好难受，感觉气都全卡在这儿了。锦鲤超一杯吗？还好啊，我突然感觉脸盘子好大啊，我。我很喜欢这首歌哎，我要直播5个小时。你今天没事儿吗？没事儿不知道干什么，作业写完了，嘿嘿。我也觉得这个好听。那种古风气质，早上换一身古装唱，古装素颜也是好看的。可心流浪，回忆开始后安静，遥望远方，荒草嫩嫩的枯尽枯藤，云散碧绿过往，晨曦照了陌上心丧，风卷起停穿回波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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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让我什么这只让好，我换个版本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听没有，我要唱，我不，啊，算了算了。好，这是什么版本啊？真是。开始后安静，遥望远方，高一点。红枣枣呢？翻了，我也觉得翻了。张杰的《天下》，无和声版，降三也太低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唱《锦鲤超》，不管。今天。好，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唱不上去。哦。这太低了吧。开始后安静眺望远方，荒草覆没的古琴枯藤一散一缕过往，太低真的的。哦哦好了，怎么了？怎么了？嘿，嘿，卡住了吗？嘿嘿，挡住，应该是你们卡，我这里不卡。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着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突然好卡，爸爸在后边玩手机。不是，房间网快就没了。对。啊？为什么要给带网应援会？这叫大鱼。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啊，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好嘞，唱一个什么歌呢？门票能退吗？不给退，嘿嘿。珊瑚海，珊瑚海，盛夏光年。我给你们听一下，就是我给你听完整版，但是不要录下来，因为会改。啊，这什么东西啊？没有人说想听，那算了，不放了。我们是不是没关门了？嗯，网网好差。怎么好卡？不想听，不想听，算了，不放。
歌吗？恨，还是什么？他们爸爸他们让你写作业。嗯，不会写。他们让你别玩手机了。好的。因为很卡。唱全场啊，好呀，那就剧场女生全场好了。勇，剧场勇，先是勇气之锤，不，先是练捉迷藏，捉迷藏。要不一首公演曲，一首其他歌吧，然后就。的归途路上，满街都映红了晚霞光，微风掠过，留下了一丝悲伤。刷一道一处涟漪，好久没唱了。不曾相对，何人提起？这初恋了悄，将其记入日记里，手字的秘密。是这样唱的吗？明明喜欢你，默默低头，将感情藏匿在心中，点点浪漫已翻涌，苦苦守候，相见时难压抑心痛，只留哭泣伴奏的迷藏感动。喝口水。独自一人的归途路上，蝉鸣声响起在我身旁，夜色渐渐褪去，低空的场景露出闪烁的繁星，在我心中小小秘密渐渐发芽，扩散心里梦的场景，是的恋心情，想说对不起，悄悄藏匿，不让你发现在意，偷偷发觉你片刻留下的反应，违背了自己的这迷藏感情。藏好了吗？还没有。藏好了吗？没有，我的感情啊，总是默默。明明喜欢你，默默低头，将感情藏匿在心中，点点浪漫已翻涌，苦苦守候，相见时难压抑心痛，只留哭泣伴奏的迷藏感动。好久没唱，都没唱好。孔佩云他没有玩王者荣耀，他是在开视频的。啊！好，剧场女神加其他，第一首是先唱其他的歌，还是先唱《勇气之锤》呢？皇冠突然落入到眼睛这里，比王者荣耀还占网。孔佩云，我没有打王者荣耀。他没有打王者荣耀啊。对哦，今天直播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圣魔中心网本来就很差，剩下光年了。找一下，对，就是其他曲目加上，剧场曲目加上其他曲目，剧场曲目，对对对，
盛夏光年，叶子是怎么唱的？叶子是怎么唱的？听一下叶子是怎么唱的。哦哦哦，叶子。哦，我知道了。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是这首歌吧？知道了，但是我不是很会唱，所以就盛夏光年放我的版本，哈哈。对，就是在看到 PV 之前难得能听到，先拿到音源，哈哈，有一种解禁偷跑的感觉，有没有？怎么卡？哎，还有什么？ Hello，弹幕弹幕，召唤弹幕。好，造起来。我是不是该拿个什么话筒之类的？拿个话筒，对啊，自己的歌也偷跑。我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对，由于现在房间安静，不是很敢嗨耶。头发好乱，头发好油啊！一会儿一定。让频率更简单。让秩序更混乱，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敢唱高了。翻车了。得站起来吼嘛，这一句。我要我疯，我要我爱。长大那都是人必经的溃烂，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未来。我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转弯。嗯，好，从勇气之锤，嗯，勇气之锤，唱吧会有吗？勇气之锤，还真有哎。哦哦哦，
像是梦，所有的朋友啊，一起肩并着牵手牵手，再渺小的我们生存就是所有。路上再重获生命的光，就不要怕沙漠的荒凉，就算还是生如阻挡，没关系，我背得了歌词。心中的火炙自燃，冬日热浪鼓动，汗水流不停，雨泪交融，面向着逆风，勇敢地向前冲，梦想在尽头，向前不停留，冲破眼前的壁垒，开创一片希望的天，汗水的眼泪，举起勇气直吹。Oh, oh.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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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上的一道光芒，就算希望依然在远方，只要人足够健康，脸上背负的泪与伤，朋友团结一起往前闯，就算有时候会倔强，依然在身旁，吹来的风将所有沉默全都穿透，泉水不停流动，所有汗水冲进了河流，全抛向脑后，再一次抬起头。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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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前方半路在等谁？信心快速在积累，青春的眼泪，举起勇气。我觉得勇气之锤差不多就这样吧。嗯嗯，下一首是什么歌呢？哎，是我回来了吗？怎么好卡哦？啊，然后下来是什么歌呢？你没什么想听的歌吗？饮食的几率，几率。还真有哎。啊，我感觉我好像把凳子，哦没有，是坐扁了，因为它是收纳凳。是万分之一的几率，连科学家都不知能否相遇，电脑疯狂运算，不管它有多厉害，可一定也不会准确到百分之一百，在那天突然降临，划破天空声音巨大无比，就像银坠落带来神奇和闯进的魔力，这奇迹的你的相遇，这一次完美的邂逅，爱心跳在加速，爱脸红成害羞，在这无边无尽的宇宙，经过千万年才会幸运的相逢，这一次恋爱的冲动，要怎么去相信，要怎么去相证明，在我心中蔓延的爱情，恋爱开在这一季。我的记忆里也曾有遇见流星，电脑疯狂，这火焰燃烧不尽，简要传递恋爱其中的经历，翻阅一时遗留书籍去慢慢的寻觅，却直到如今好像不能发现这份神奇和心动的魔力，我心中的你经过千万年才和幸运的相遇，这一次完美的邂逅，爱心跳在加速，爱脸红成害羞，在这无边无尽的宇宙，经过千万年才和幸运的相逢，这一次完美的邂逅，要怎么去相信，要怎么去证明，还在这一季。
找不到，很相信记载着爱情的流星，啊，怎么去相信，啊，怎么去证明，在我心中蔓延的爱情，经过千万年才会幸运的相遇，这一次，哒哒哒哒，要怎么去相信，要怎么去证明，在我心中蔓延的爱情，恋爱开在这一起。谁来与我分享这奇妙感觉，现在已经紧紧锁住，不让留守这个世界存在不可思议的爱，这个我的恋爱的书籍。哇，下面一首歌是什么歌？爱的舞娘。爱的舞娘，还真有。为什么什么都有啊？天好重啊！伤悲的看着自己已无法去面对，这感觉说出来总好是心扉。我这颗心像孩子一样任性，你温柔的眼神略带着一丝关心，但我只是冷漠装作不在意。我只想让你品尝结局的甜蜜，紧闭心灵一个人感受，不但有多重默默的承受。当我踏上了舞台，无尽浪漫已停止了旋转。是这样或者全开，充满着情的舞娘轻轻抹去泪光，裙摆在飘扬散发光芒，憧憬梦的方向，渴望着爱情的姑娘。怎么糊了？感觉好重。世上每个人都有着梦中的形象，虚荣的心还要继续在何方，只好撒谎才能蒙蔽你眼光。若是突然告白让我心乱又慌张，不再相信的幸福是错觉吗？消失的话我心中有多害怕，这样那样的思考之后，才发现逃避不如去面对，无畏惧伤痕累累。我凭这句是什么歌词来着？忘了。充满爱情的姑娘，轻轻抹去泪光，裙摆在飘扬，散发光芒，憧憬梦的方向。渴望着爱情的姑娘留下一丝悲伤，这什么版本？哒哒哒哒，向前看，姑娘继续旋转。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噔噔噔！台下的所有人在，全部围观，我都不会不安，想要把心门敞开，幕布都拉开，闪耀的舞台，不隐藏心中的爱。忘词了，我真的忘了，因为这个版本不是我们那个新剧场女神的那个词儿。渴望着爱情的姑娘，轻轻抹去泪光，心中的倔强，
不再躲藏，在等唱。这首歌好长哦，原来以前我们跳了一首这么长的歌。嗯，是最早的那个 N 队的版本的。心中的倔强不再躲藏，在等唱。这一次，哒哒哒哒哒哒。自以为吗？自以为不长啊。剧场女神。嗯，剧场女神应该哪个版本的？还真有，但是估计没关系。但这个，嗯，咋哟？哑巴里的这样卡巴伊哟 ，ski ski da ski 哑巴 ski 哑的，哎，怎么唱？不，这个应该这样。啊，不错 ，hola hey， 听着 say。嗯，站在这里努力拼搏的你，总在河边听到别人说起，我很着急。原来这首歌这么高。我接近你的心，化作了动力奔跑来见你，出现又见的交集，总是不甘心选择放弃，只是想见着你圆梦的奇迹。剧场里的女神是你，终于我坐在了这里，触手可及的完美距离，才发现有你完美身影。剧场里哦，女神是你，第一次来到了传说之地，比起电视杂志中的美丽，更喜欢你在舞台上。我走音了，舞台上要不比。嘿，嘿，啊哈哈，老师，练口，练口接爆裂没问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前奔跑，和谁都要努力。哒哒哒哒，记不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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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站在哪里，我的心总是被你锁定。目光中只存在是大小是弱的。剧场里的女生是你，终于我坐在了这里，触手可及的完美距离，才发现有你完美身影。剧场里的女生是你，终于我发现生活的意义，反反复复想见你的心情，不会再逃避，只因为喜欢你。嗯，还记得这个动作哎。剧场里的女生是你，终于我坐在了这里，触手可及的完美距离，才发现你嘿嘿嘿，怎么打这里？剧场里的女生是你，第一次来到了传说之地，比起电视杂志中的美丽，更喜欢你在舞台上摇曳。
哒哒哒哒哒哒哒。耶！女神之力唱过啦，你错过啦。哎，哎，为什么要重放？不要重！哎，击败了全国100%的人嘞。然后是什么？最美之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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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当时就是那段时间不是，之前在 NJ 代役嘛，然后学了很多首歌，还有那个，怎么？才会享受胜利滋味 ，We are the SH， 想想都不后退，先进吧 SH， 把一切超越，梦想总要伴随着眼泪，才会享受胜利滋味 ，We are the SH。对，当时学了蛮多的歌，学他们十八闪的时候，然后，但是很可惜，只待了一场。还有什么？从来都不怕黑，有眉毛，别乱说，你看眉毛多着呢。神魂颠倒，丢丢丢丢丢丢。啊，对对对对，那个 bingo 我当时也会跳，怎么唱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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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会遇见你在下一个路口。对，我还记得怎么跳，我只记得这里怎么跳了，怎么跳来着忘了。然后什么倒着唱 unit 吧，第一个 unit 是什么？初恋你好。那倒着唱夜风，都是夜风惹的祸。要重新掰一根大绳吗？按照规矩。啊，还是掰吧。哈。橘色的夜，走音了。有一丝牵挂，任性在夜空的一边。没有蓝的。静静的悬挂，就连一通电话。也再没有回答，讨厌你却在我的心里，想要一直等你回来吧。就算今天也是工作繁忙，拦住你步伐，我只能让自己开始变得没有牵挂，只剩一人漫步，走在柏油路上。聆听寂寞谱写踏出的步伐，想要一脚踹飞空关，带走了悲伤。一边哭泣一边想象，紧紧拥抱着你不放。现在的我已迫切希望立刻飞到你身旁。怎会这样喜欢着你，让我沉醉了无法自拔。心中期盼明天会相见的时光，夜风吹来了悲伤。喝杯水。夜空中的月牙在朦胧中躲藏，一直在苦苦的等待，要守望着这片地方，繁星闪烁的光，感觉就在身旁。转身发现你就是星光，唯一不会变的期望。儿童公园的角落，坐在悄悄，我仰望天空，反反复复对着手机中的简讯发呆。只有我一个人倾注所有力量，爱情的比重也失去了平衡。只要一封简讯就当误会在失控，
我的眼泪就快决定，想要紧紧拥抱着你。现在的我已迫切希望，将我盼去你身旁。何处的光让我迷茫，找不到了前行的方向，只好独自一人回到了这空荡的家，夜风吹来了悲伤。好悲伤哦。多少时光又是远方，记载着对你的期望，留在原地这手机的光，是否要等到天亮？怎会这样喜欢着你，让我沉醉了无法自拔，心中期待明天会相见的时光，夜风吹来了悲伤。好，来一首燥的吧。什么呢？哇，想唱虫之诗。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跟你旁边的人说，对，我女儿就是这么可爱。暴风雨之夜。想跳暴风雨之夜，我还记得暴风雨之夜是我记得最熟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连我的心也觉得悲伤，暴雨狂风在黑夜中，想依偎你身边入雨水发疯的落下，玻璃窗的震动，记得心落在心中，想依偎你身边入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嗯，虫之诗。啊，这首歌真的很棒，想在公演唱一次这首歌。你称我孤单一人，人与灵是我的全身，寂寞瞬间分裂了脆弱的灵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足够多的养分，去享受这时刻最美丽的过程。就算伤痕累累，心里也从不委屈，依然努力前行。渺小的我们，有时就像蚂蚁，孤独地翻山越岭，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汗水和眼泪慢慢筑起我的风景，像是一部电影，每个片段都在上演梦想的奇迹。因为电影下架了，啊，下映了，什么下架什么鬼？是在琴声拿着冰线缓缓上升，晒干了脸颊上抹不去的泪痕，掉进泥泞中的我们，就算留下许多伤痕，也会让下一段旅程更加完整。
大声呼喊青春占有的气息，看着水泥中的倒影，渺小的我们带着梦想一起摇曳青春的身影，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还在等什么？把沉睡的信念唤醒，力量累积，只为等世界的另一端机会的降临。前天是因为乱唱。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汗水和眼泪慢慢筑起爱的风景，美丽的回忆。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汗水和眼泪慢慢筑起爱的风景，像是一部电影，每个片段都在上演梦想的奇迹。哇，唱了一身的汗，好热啊。宅舞呀，宅舞，我想跳那个，但是好难啊，所以就是觉得投稿还是就是对我来说还是先擅长什么投什么吧，等以后就是练好了再投宅舞。嗯，不给看全身，不是极乐净土，哪什么极乐净土，极乐净土什么时候的？我擅长，擅长什么呢？擅长三国杀。我回个微信。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有点丑，而且过人的那个人不能站着我就没法翻了，他要么蹲着要么躺着，就好丑啊这个画面。我再回那个就是导演的，不是导演，就是助理的，就是有一个节目让我干嘛来着，想让我表演和气道的前翻。嗯，不好意思姐姐，刚刚我在直播啊，我发语音带表情的吗？我好像发语音也是会带表情的，感觉就是在说话呀。不是，是那个，就是节目组导演。面试了两次，终于有看上我的节目了。但是很丑啊。合气道前翻很丑啊，合气道前翻是就是以这里为支，以从这里为支点，就整个人成一个球状，就沿着这条线，对，就这里比较容易受伤，就是从这里沿着这条线，然后到背，再到脊椎下面，就是一个完整的弧线，然后这样前翻，就是怎么说，就这样前翻过去，然后再站起，对，就是不好看，没有观赏性质，只能保。这个是拿来让自己不受伤的，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合气道的技巧都不好看啊，比如说什么，一叫嘛，一叫就是对方打过来之后，然后上
上手挡了之后，然后侧中心，然后这样可以这样下去就是摔嘛，然后这样下去这样就是断手，或者是如果他会瘦身的话，就这样他是这样是断手，然后就或者是转小手反，然后就把手给这样什么什么的，或者是四方头是过来之后，然后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就过来之后然后过头之后完了可以背摔，也可以就是下去倒地之后，然后这样就是一般就打脸嘛，就打脸或者是这样，就这样我没用了，一般这样都是我对我教练，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转什么的，就因为合气道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找重心加就是破坏重心加破坏关节的一种武术，对，你们可以。或者对，他就是找重心点和关节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有人抓住你手了，然后完了之后，因为你要怎么解脱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这不是在传授合气道，就是有人抓你手，你就是使劲怎么都是那个弄不开。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他的这个大指拇点，然后这样就是因为手是可以转的嘛，你要放松手转了之后，然后这样很轻易的就能拖出来了。然后或者是有人这样抓着你的手，你的另外一只手就这样贴上去，然后完了之后，你大拇指找到这个地方，然后要快，这个得快，然后就这样下去过后就让使劲摁下去，就是三个九十度，看到了吗？三个九十度，就这样下去，就是不是往下，是三个，就是这个九十度，这个九十度，然后就是这个和这个也是九十度，然后就这样下去过后就这样放下去了，就是如果说你。够快够狠的话，他这方应该断了。如果他会受伤的话，那他会倒下去或是飞出去，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的关节不受伤，要不然的话就是会那个。合气道一开始学的那些瘦身都是拿来就是学会就是遇到这些技法是怎么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比如说像这个下去一般就是后倒地，或者是说我想想，飞身吧，有飞身吧，前面应该不用学飞身吧，一般这个下去就是后倒地，如果你不后倒地的话，你要死扛的话，那这个手就断了。但是对于不会武术的人就不能用合气道，对于不会武术的人就只有两个方法，要么就跑。对，我练的时候受过伤呀，但是我没有受过很严重的伤，就是我记得我教练就是干嘛来着，我一开始学后倒地，我总忘记收哦不前方还是后倒地还是飞身来着，我总不过真正打架的时候是这些技巧，如果你练久了，这些技巧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是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我就总忘记后倒地的时候收头嘛，就是人倒下去头得收住，因为头很危险的。然后有一次就我教练挺气的，就是他很气我怎么还记不住，完了之后就趁我不注意一下怎么弄，结果我就是整个人就是掉下去，结果头着地了。那一次之后我就真的完全记住了，后倒地得收头。我不会跆拳道，但是我会劈木板。但是就是学合气道的人，也不适合学合气道，就是像我嘛。的力是散掉的，就是不没有没有没脖子断，就头这样转下去了之后，然后我接了一个前翻才好一点，但是哇那个头疼死了，就是我的力是散的，就是你让我劈砖什么的，就是劈不动，因为我的力是散的，就是散的力和直的力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是直的力这样打过去，会就是这里会疼会红，但是散的力的话，这样打过去之后就会。会这么手，就是这一块会疼，而不是这个点会疼，你们懂那个意思吗？就是比如说特别是打胃啊什么的，就是如果是散力一下子打胃，就那个人会吐出来的。对，我把我教练打吐过。我打人不疼，但是我打人很伤。谁让他当时整我来着呢？因为他刚好
在我后边，他想偷袭我，就是我教练，但是我不知道是教练在我背后。完了之后就刚好加了一个转身的动作，就是学转身嘛，你知道，就是腰力配上全力，这个转身的这个力一下子这样打过去，刚好打到他的这个胃中心，然后他就今天中午都没吃饭。他没想到我会直接打回去，没想到啊。对，乱拳。但是就是我教练跟我说，就是遇到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跑，对，再厉害就是先跑了再说吧。因为再怎么厉害，虽然说就是何其道是可以空手接白刃的，对，何其道厉害就是他厉害就在于就是他不是说打人有多厉害，而是被打有多厉害，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受伤。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嗯，我问教练，我说你要是这么厉害，如果路上遇到很多人，就是普通混混嘛，唯有你啊什么人怎么办？然后是跑呀。没有学，我当时一开始学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就是，以前就有遇到过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叫什么尾随的，然后还有那种公交车变态，对，就觉得就是也不是说想学了要打他们什么的，当时就觉得就是想学了起码就是有点底气，有点胆子什么的，就是对，就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对，就是我当时打完工之后很晚了，然后就在公交车那里等车，然后就一个人就过来说，就说啊，你知道多少多少车来了吗？但是他是手搭在我肩上说的，然后我就弄他，我说不知道，然后完了之后那个车来了，但是我就上那个车，然后上那个车完了之后就啊怎么来着，然后就没有位子，然后后面那个两排坐的也有人坐，然后那个人起来了我就去坐下去了，我想旁边有人总得好一点，结果我旁边那个人下一站下车了，然后他就坐我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俩坐一起吧，我的天，吓死我了，然后我就马上就掉到前面最前面就是离司机很近的地方去坐了，就是还有其他的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反正当时想的就是当时想学就是为了就是对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嘛。然后我第一次去学合气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这学的都是些什么鬼啊，这怎么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觉得那个道场就是气氛特别好，然后就想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就是自从开始学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那种不太好的人了。我当时总想的就是，要是我遇到了我一定断他手，我要是遇到了我一定断他手，我要是遇到了我一定断他手，让你咸猪手，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应该不需要我赔钱吧。没有杀气啊，对，我保护过一家一，但是当时也是比较怂的保护，就是没有说对我一定要断他手，因为感觉那个人有，就是从他的打扮和他的样貌和他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是有刀的，因为不敢硬怼呀。反正当时学就是合教学完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在想，就是以前的那些就是人呢，就是要是再让我遇到，对，我一定得就是让他，对，一定气。哇，你们为什么握手会要求打？
要不搞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来着，比武握手，打得赢我的再握，什么鬼了。以前在道场星期二星期四晚上下了课挺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自己特别安全，就是下了课都特别是夏天嘛，下了课之后都还要在那个健身房那就是冲个澡什么的，就十点多了嘛，然后我们又喜欢就是练了很累嘛，因为晚上练之前都不会去吃饭的，因为我被教练打吐过，我都所以练完之后就很饿，然后就会一起去吃点东西，吃点面什么的，结果就吃完东西然后聊聊天什么的就蛮晚了，然后就坐公交车回家就差不多都快十一二点了，然后就我们那儿也挺黑的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走在那黑的那种小就是小区门口，哎，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安全感，河西道哪个不是贴身的，河西道用刀和杖就不是贴身的呀，你就傻了吧，是吧，我可是穿哈嘎玛的女人啊，说了我的呛，我可是穿哈嘎玛的女人，虽然说女生哈嘎女生男带就可以穿哈嘎玛了，哦，但是我应该降段了吧，我应该得从白带开始去学了吧，我已经两年没有学和其他了，成都下班早吗？不早呀，成都虽然说就是节奏慢，但是也是一个要加班的城市呀，也是一个就是哪里都是吧，哪里只有我觉得好像就只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不加班的，不上晚自习啊什么的。我们今天不看电影了，这边电影下映了 MC 久一点还没亮灯呢，断手会是什么，我也觉得，我觉得河西道好冷门啊，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河西道，就在搜什么道什么道，我就听哎河西道听起来好不一样啊，就去试了一下，这演唱会其实可以结束了，我想你们不会真的有人冲我拿十张或者是多少票然后过来啊，截拳道是很厉害，但是其实所有武术都很厉害，因为就是点不一样嘛，就像截拳道或者是跆拳道用脚用的多嘛，然后空手道截拳道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对皮肉伤害特别大，对，很就是疼痛皮肉伤，然后像河西道应该就是关节伤，关节重心伤容易，河西道的伤害基本上都不是基本上，就是不是武器不拿武器的话都是关节级别，可这不贵吧，我觉得比较贵的应该是剑道吧，剑道挺贵的，因为剑道的装备什么的挺贵的，其实太极是个很暴力的，少林寺十八铜人，哎，以前看周星驰的那个电影是什么来着，就是拿就是什么十八铜人，然后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拿板凳的那个，对对，拿板凳的那个，啊，食神对，超好笑，你们不会真的到时候冲我然后拿票让我过来打你们，神经病呀，你们打的又不疼还让我打，
我决定听一下微信，然后我们来三国杀吧。好，我可以睡觉了。明天公演见。对啊，终于赢了一把，还是对方托管的情况下，很难过。好了，晚安，明天公演见哦，拜拜。你点不出去啊。